阿辉伯赴日参访，谈馊水油。戴起墨镜超像 MIB 星际战警的是前总统阿辉伯本人啦，他带妻子曾文慧和女儿到日本参访七天，心情相当不错。就黄丽人哦，心情就好呀、啊。真的，我真的。怎么了？掉头钱，咱看头钱，咱看头钱，感谢感谢。收水油这是品行专门者，你有啥物看法？我的看法呢，实在讲起来，心理上的问题足大，影响消费者非常大。啊，这个问题呢，影响到台湾哦，实在，哦，外国人看起来也偏少。总共有三项代志啦，一项就是这个日本的吼，对这個癌症的问题啦吼。第二项代志就是台湾的能源的问题咧，啊，来看因安怎咧操作，不管是从北海道吼，啊，目标啦吼，主要是。动新闻排场好大哦，报道。